头搭配 Q 软的糯米，一层一层交错堆叠，一口咬下，芋头的浓郁香气与糯米的淡雅清香在嘴中化开，令人难以忘怀。虔诚拜佛的吴秀英每个月啊都会到寺庙的厨房帮忙准备法会的餐点，就此也学到了不少美味的素食料理哦。现场新吃派，天空带来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很会做点心的吴秀英师姐。师姐你好。师姐好。全球观众大家好。哎，很会做点心的师姐啊，都会有一种童心，对不对哈？觉得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天呢，也是要做点心，而且呢，做出来啊。就可以把它变得很像什么呢？先给你们大家瞄一眼，好不好？就是给你们瞄一眼而已，没有像蛋糕，很像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可不是你们表面上看到就是这样，这个里面还有内容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卖个关子，你们想看看这个怎么做？而且这个里面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等一下你看了就知道了。那请问这道料理叫做什么？叫芋泥缤纷。芋泥缤纷，所以你想到那个缤纷这两个字就知道这个里面有文章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芋泥缤纷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。芋泥缤纷材料有芋头500克、糯米500克、糖适量、沙拉油2大匙、枸杞少许、葡萄干少许。好，现在开始要变魔术了，这个我们把它藏起来，好吧？现在呢，我要拿什么给你呢？碗。碗。好，这个够大吗？这个我们本来就是蒸好的，差不多蒸差不多20-30分钟，再把它压成泥。哦，就是趁热压。对，趁热压，再拌这个拌糖，差不多2汤匙。哦，好。糖拌2汤匙的糖哦，差不多。看你自己喜欢甜一点的，就好，就把它赶进去。这个比较小，这个小没关系啦，就是看自己的那个。看你喜欢甜的，看你的 feel 了哈。对，芋头已经很甜了。芋头有甜啊，这个小金门的对不对？不是，这是我们大金门的。大金门也有芋头哦。哟，我们大金门的芋头才好哎。哦哟。小金门芋头跟大金门芋头，我们来 PK 赛哦。我这个是我们大金门的芋头。那我先来吃吃看喽。好，有一点不太一样，这个比较小金门芋头比较黏，这比较香。啊，这是您大金门跟小金门的之间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先放着，再来拌这个米。这个拌好糖了，对，拌好糖，这个是真的啊。这是什么？糯米吗？糯米，对，糯米蒸熟。蒸熟，我要再吃一口。这个还是要拌一点油。拌甜好，拌糖好吃。这个要拌一点油，拌糯米比较不会很黏。糯米蒸熟拌油，比较不会很黏。可是这糯米已经很黏了呢。它就是油下去才不会黏，你看它就不会那么黏。所以你这个糯米真的比较软哦，这个是不是要比较软？因为那个这个泥你再不软就不行，不行。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们还看不出来，拌一点点糖，还看不出来我们这个秀英师姐在变什么魔术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把它拌好，那样也把它拌好。对，它到底要变什么花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看人家你喜欢吃甜一点，就糖放多一点啊，不喜欢吃。甜一点你就换糖。这个是甜品吗？对，这是甜品，这甜点，对了，对呀，饭后的甜点。你怎么会做这一道料理？有时候，那个老人家比较喜欢吃这一种。老人家喜欢吃哦。比较喜欢吃个甜点。哦。我们
家有两个老的。你们家有两个老的哦？谁？一个婆婆，一个妈妈。哎、啊，我们在这把这个放在这碗里面。哦，就是你的妈妈是不是？一个妈妈，一个婆婆。两个婆婆妈妈哦。哦，所以你很幸福，你现在照顾这个婆婆妈妈。妈妈去年往生了。哦，妈妈去年往生了，那现在婆婆，婆婆高寿对不对？92。哇，阿婆92岁了，哦，好幸福哦，哈，嗯，然后这个就把它这样子干嘛，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的，就是把它弄一层一层。嗯，其实你就是在金门土生土长的喽。对。哦，然后也是嫁到金门的人哦。对，嫁金门人。其实金门很少嫁给那个外地的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吗？很多，也是很多。我听说了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在讲啦，如果他们到金门来当兵，娶到金门姑娘就不能回台湾呢？没有啦，有这样说法吗？没有哦。那是因为以前那个。阿兵哥很多啊，我们金门的那小姐比较少哦，这样子哦，他就是怕说被他骑走了，都骑走了，被台湾骑走的时候就先讲啊，不然都一个小姐都骑走，那我们金门就没地方，金门就没有小姐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哦。我今天终于知道，我们差不多这个年纪的人，他们去当兵，到金门当兵都会被人家警告说，哦，你不可以去追金门小姐哦，因为你追到金门小姐，你娶了她，你就不能回台湾。没有这样子，他就是怕说都骑光光了，我们金门的男孩子就没地方骑老婆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原哦，恍然大悟哦，想想看，我这个。哎，我这个谜哦，心中这个谜哦，已经放了30几年了呢。啊，现在才知道。现终于知道了哈。就这样子。哦，这样一层，你看一层糯米，一层芋头。对。嗯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说，所以你并不是因为这样才嫁给金门老公啦。不是。这要放在里面蒸，好，蒸。你说这个蒸15分钟到20分钟，这都熟的，还要蒸？为什么还要蒸？因为它这个已经芋头也是熟的，因为你要这样子熟，要热的才扣得出来，不然你扣不出来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你要扣。那你还要蒸多久时间？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。不会软吗？不会，因为它这个就是甜的，就不能太硬了就不好吃。哦，所以因为它做甜的，所以反而软的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现在这个大家就看到的就是这一盘很漂亮、缤纷的哈。然后刚刚也就看到这个秘密，原来它里面一层一层又一层。对。然后蒸了10分钟，把它倒扣过来就变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样子，我们要吃的时候是怎么要切？对，用这个给它切一切，切一切就可以。那个碗也可以哦，好，可以，因为这个是甜饭，是说我们那个吃完饭以后，就这个甜饭出来，甜饭后来就是水果这样子哦，合在一起，对对对，甜饭跟水果。那而且呢，就是说吃完这个芋头糯米，对对对对，再吃点柳丁，还蛮帮助消化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嗯。那这样子你这个是怎么切的、啊、它还可以熬起来变几架，因为在洗几架兔子，小兔子，对对不对？我们刚好吼，这个地方是那个叫做金门林务所的这个大公园，里面很奇妙，就是到处都看到小兔子的那个雕像哦，那真的还蛮合的。你来教我们一下，你这个切小兔子怎么切？先把这个，就用柳丁这样子啊，柳丁这个切，对。哦，切成上面。你是本来就很会做点心，是因为要给老人家吃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甜的，它老的，然后它没有牙齿，这样子吃的比较那个。那你来慈济的话，就是承担什么工作？我没有的，还现在还没有说。但是就是偶尔会做点心。对对对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就是这样子熬一下。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啊，那我可不可以熬一杯你看？好啊，我来试试看哈，是味加美，对，对，信不信？对，然后这样贴这个边吗？对，这样要破到什么程度？一半，要到这个柳丁的一半哦。对，要一半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哦，手要小心一点，这样子一半够了，然后从那边画过来，是哦，从这样子吗？从前面一点。在前面一半那边从画过来，一半那边画过来哦。对，
后来冰那库门哦，就变成一个三角形，对吧？对，三角形，不能切断，切断就不行。啊，没有切断了。对，切断你那，切断你就不能进去了，就弄不进去了。哦，不能切断呐。对。好，好，我要给你过来几杯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这个白白的拿掉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会比较好切嘛，哈。所以咯，我就是说奇怪，每一次做什么事情，非要我自己来做一次，才知道那个状况是在哪里。到一半，对，一半。然后从这边切切一点。奶奶把它搬过来过来。哦，安妮。哦，好。这样子，从后面哈，后面的边边。对，到边边。了解，那我这样反的弄不是比较好吗？这样子对不对？从这个中间往后，哎，对，看你怎么。哦，这样子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拉到底。对，好，来，这个中间。这个不能弄断了，要也要有一个中间要隔一个一点点的那个距离。对，不然你的0.5公分，再拉过来。对。然后呢，就变这样。就按你弄起来。反过来，然后。对对对对，人家是兔子，我就像什么，像什么飞鼠？是你要弄，有人在旁边说，要弄一点有一点幅度比较漂亮，你就切直直的，就用这个要有一点点幅度比较漂亮。啊，不是啦，人家是兔子，我是很像山羊。好，照这个方式自己去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好玩的哈。那但是呢，重点就在说，我们很想吃一下这个，然后就来切开来看看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就挖一点起来。哦，像蛋糕，对，像蛋糕，哎，青椒像蛋糕。OK， 就这个样子，像蛋糕，好，然后吃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连糯米也是。嗯，不管，老人家，老人家牙齿吃起来比较，叫做含在嘴巴就化掉。对对。嗯，好吃好吃，真的不错啊，真的那个不太甜嘞，大金门的芋头真好吃。那这个叫做中国式的方法，对对，那个。那你等一下还会做一个小甜点，小甜点，小朋友的，对对。但是又比较西洋式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开小甜点要怎么做呢？没有糯米喽，那个没有糯米，只要用这个喽。小朋友他不喜欢吃糯米，这个就是像有时候小朋友放学回家啦，什么这个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哎，那你就可以在什么茶会上面做这个给那个我们大家一起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可以。你是民国几年那个参加慈济呀？我是那个，好像你们家师兄他几年我是不知道，因为我是79年，我因为是房子有被烧掉，他这个国民师兄就拿3000块给我。你说啊。我们那个最敬爱的国民师兄，对对对，阿妈马上送饭给我，他给我以后，隔年国民师兄就我就给国民师兄讲啊，你那时候他是说爱心社的，他说是爱心社给我的，啊我就说隔年我就问国民师兄说，80年时候我就问国民师兄说你那个爱心社我可以不可以加入他们？他说可以，一个月100块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哦，对，他这样子跟你说，对对，啊这样。过没多久，他就跟他讲，先生师姐来说，先生说，我们就把这100块加入慈济这样子啊，不是几年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是不知道。啊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敬爱的国民师兄哈，对，永远难忘他的身影，对，骑着独轮车哈，然后呢，这个吹着这个笛子，一直骑上大武山，对，对不对？金门人真的很。每个很多人都一直怀念他。对呀，我们上次来金门录新书派的时候，他还来在旁边照顾我们。但是他现在已经毕业，功德圆满了哈。很怀念他。其实他也接引了蛮多的我们的师兄师姐。金门差不多
有一半都是国民师兄寄的。是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这小朋友就是这家小朋友吃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小朋友吃的，他就是很单纯的，就是只有，那个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。嗯。那这还这个就是糖子糖粉就拌这个的拌这个的，所以这个已经都是事先像刚刚那样已经拌好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来这个吃一小口这个。我今天吃了好多的芋头，从小金门芋头一直吃到大金门芋头。我想我请问一下，芋头吃多了会不会比较消化不良？会。吃太多了会，那怎么办？你们有沾一点盐巴就比较不会啊。芋头你放一点盐巴，放一点盐，吃下去就比较不会炸。你是说我们在拌芋泥？对，拌芋泥的时候放一点盐，就比较不会炸，就不会胀气哦。对，比较不会胀气。那所以我们刚刚没有拌盐呢。对对对。那我现在吃完，等一下再吃一口盐可以吗？可能也是一个方法，可是呢，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很想单独这样子再吃一下。如果说我请假，真的不敢再吃那个什么嘞，芋头整个的嘞，但是可以加一点这个葡萄干配哈，可以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以后就是说，记得吃芋头的人就是要放那个放一点盐，对，放几点嘛盐，然后这样。怕胀的人就会想说放一点盐吧。嗯，小朋友一定很爱，加上了那个葡萄干，它带点酸酸的，对，嗯，那就更感觉到那个芋头更甜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呢就在那边吃这个好吃的芋头，然后呢也谢谢国民师兄，对，真的谢谢他，感恩他哈，接引了一个这么棒的师姐来哈，感恩你哦。芋泥缤纷做法是芋头蒸熟压成泥，加入糖搅拌均匀成为芋泥备用。糯米泡水后蒸20分钟，加入少许的油糖搅拌均匀，在容器中依序铺上一层芋泥一层米，连续两次共4层，最后入锅蒸15分钟，取出倒扣之后用枸杞葡萄干装饰就可以了。另外也可将芋泥放入小甜点的盒中，并用枸杞葡萄干装饰就可以。只要一吃到荤的就不舒服，就全身痒，去洗个鱼哦。然后呢，我在客厅我就冲到洗手间就去吐了。好，那对之间的一些处理的事情来讲呢，就会皮皮就过去了啊。听说你是10年前想吃素，没错，可是嘞，这个中间啊断断续续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吃东西哈，或是跟家庭聚会，哎，就觉得蛮好吃的哈，就吃一口吧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反正因缘就搞不清楚，就是一下子吃，想想要上人说要吃素，啊就吃素，然后就哦，你还是有听话就对了啦，那叫做假听话。可是心里面就是听话说我应该要吃素，可是又无法面对现实的那种诱惑哦，这个真是实话，欲望生无敌。哎呀，真的欲望生无敌，要忏悔。可是问题是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吃？那在2年多前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一吃到荤的就不舒服，就全身痒，痒起来就抓。那一阵是连讲都不能讲，我跟我们几个好朋友去吃饭，都吃素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我最近为什么吃到荤的哦，什么的就会痒。”哎，那个时候身体就开始痒起来了。连这样子的话都不能说，啊，就开始一直抓，哦，就抓。听说你还抓到衣服都抓破，抓一直衣服就抓破了。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今天穿个破的衣服了？”我刚说哪有可能穿个破的衣服来，就一看，哎，这会儿真的是破一个洞。把衣服对对对对，见证鉴定一下，这衣服到底是什么资料？我的个妈哎，这个衣服很厚哎，就是啊，
它这种质料，这个质料不可能哎，你是怎么样抓？除非用刀割，就是把这边都抓破了，就是给它抓破，变成一个洞。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养到这样的地步，对他们也觉得哎，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夸张了。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。我发觉这个还真的是叫做时时刻刻在提醒你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子养的，把衣服抓破之后，你还是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说完全下定决心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吃，吃，但是就是。因为其实家人也不在身边嘛，啊，都在外面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吃起来很自在啊，哈，其实也没什么困扰，反正自己吃嘛。对。那后来等到有一次是假期，家人都回来了，那先生就去买鱼，哎，哦，他去洗个鱼哦。然后呢？我在客厅，我就冲到洗手间就去吐了。你闻到那个味道，就味道，觉得好像是那种腥味，我就不舒服了，那我就去吐了一下，吐了。那结果我就觉得，因为其实我不会去跟先生说这样的事情，我会觉得他会觉得说，啊，你都在怪力了半神啊，哈，因为这个一般的人很难想象。哎，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学理工的，他要的是。科学经验或者是什么，是是是是，所以他不会去采信你这些，对，所以我也就都不说。哦，那有一天是先生主厨，然后他就煮了个面，那就给我吃，只是汤跟面嘛，哈，没有排骨，没有放肉，没有放肉，对，我也就吃完了，哎，又去捐款，就是又去吐了，去吐了。然后他看到以后，他就说：“好了，那你不用再吃了。”嗯，他就说：“没关系啊。”就跟女儿说啊，在外面你要吃什么就是随便，都随便。那回到家，就大家就简单就是吃这样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他们。我也觉得，尤其像这一次入金帐以后，会觉得凡事就会比较步调会慢。好，那对之间的一些处理的事情来讲呢，就会比较用一种上人说的善解啦。那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去放下，会比较不会像以前就是，哎，一定要照我的意思，还蛮执着的。对对对，一定要照我的意思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一定要什么，那就会比较的慢慢来。啊，或者是说像大家讲就是皮皮就过去了。其实就不会再这么去执着或计较任何事了，然后呢，也都会心也会比较清安自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吃素不是只有嘴巴上面吃素，其实要打从心里面开始就要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感恩你今天来跟我们分享，也让大家看一看这么一件很有意义的衣服。谢谢，感恩，感恩呢。